来啊、哦，家里看教练哦。2016年1月27号，我们要滑雪了，成果检视了。耶、yeah! ！拿脚打开。来，陈志芳看教练哦。OK， 不要急，脚先往水平。再往往前往膝盖往膝盖微弯，哎、欸，看前面，耶、yeah! ，好来，等一下等一下看教练哦 ，OK 好膝盖微弯看前，膝盖再微弯再往前，哎、欸。前面哎，微弯，记得你稍等一下，记得稍等一下。好，陈宏庭，看前面，膝盖微弯，膝盖微弯，往前。陈宏庭，膝盖有弯吗？看不去，用横的，用横的。哎、欸，膝盖微弯，看前面。哎、欸，对，看前面。好，来，记得。膝盖微弯，脚打开。好，来，郑阿姨。好，姑姑。曾姑姑来，我叫阿姨也可以嘛哈。好，蹲下，膝盖微弯，哎、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滑倒也是一种享受，掌声鼓励。